接下来在学习标签之前呢，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些工具啊。注意大家往这看，这个记事本工具呢，用起来吧稍微有点麻烦，就是说它什么功能都没有，只能做基本的文字编辑和录入和这个查看。那么我们想说，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开发工具提高我们开发效率呢？其中有个这个叫做 JMWare。传说中的 DW 啊，简称看到了吧？这个 Vivo 这个公司，这个 Vivo 注意还有 Firefox 还有 Flash， 俗称网页三剑客。那这个三剑客所属公司被 Adobe 公司收购了。Adobe 公司是目前这个这呢 ，Adobe 公司公司去了。Adobe 公司呢，它现在目前是图像设计领域啊巨头，懂了？哎，在这个领域当中，这哥们相当于微软，已经相当强大了啊！说这公司干啥的呀？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其中有一个你肯定知道 ，Photoshop 知道吧 ？PS 嘛，对吧？我说老师，我这不知道，没听说过啊，屌了吧 ？PDF 知道吗？嗯。因为你们现在手里边有这样文档嘛，对吧 ？PDF， 那个 PDF 编辑器就是 Adobe 公司出的，明白吧？你们只不过下载的都更多什么呀？是那阅读器，明白吧？那哥们编辑器很屌的，那好了，不用再啰嗦，对吧？大家现在呢所看到的是 Dreamweaver 呢在开发，他负责的是专门制作那个网页的布局啊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这哥们呢很猛，是吧？直接我们切到代码视图，看到了吧？直接往上写代码的时候，它萌在哪儿了呢？它具备着一定的随笔录入，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。比如说箭括号，看到吧？标签都在，随便选呗。F 有吗 ？O 找到了吧？当当是上来了。放了个字儿呗，大家说这是演示的文字，那。接下来呢，咱存一下了啊，存到这个，还没建那什么呀？行，我就存桌面吧，好吧，这个我无所谓。demo 杠一，别杠一了，杠二了。然后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预览一下，打开来没什么区别呀，别着急，接着看，当当，看了吧？属性都在调颜色，大家都知道写 color 等于什么东西，这都谁都会。可是你知道颜色的单词，你是不是知道那么几个呀？对吧？还是有局限性的嘛，对吧？而且有哥们这个会拼还不会写是吧？比如说你们知道什么颜色呀？像你们这 yellow 啊，对吧？这个这词长嘛，不好拼嘛，对吧？老师，这我会拼这个，我这必须会拼这个，对吧 ？orange 会拼吗？对不对？这不就具有全性的吗？是吧？嗯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那怎么办了呢？直接来一个 color， 看到了吗？调色板有没有啊？严重满足了很多好色之徒吧，对吧？不是啊，我这好色都带引号的，好吧？别瞎想。这里边来个什么呀？找了一个，哎，选个颜色，对不对？随便选嘛，是吧？然后就是弄一下啊。哇，太丑了！对，就这效果，好吧？老师，啥东西啊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不用再着急，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而已。那，然后呢，那个空格就来什么 size 是吧？调值呗。现在听懂了吧 ？OK， 大家，那是给大家演示一个字体标签。那字体标签这里边的东西叫什么呢？这里边就叫做三原色啊组成的调和色。何为三原色呀？看着，你们有没有看到 C 呀、啊？这是由16进制值组成的。那为了表示这16进制值呢，它前面又拿个引号，不是拿个井号来标识一下。那以和字母区分开。那么接下来，和那英文单词那个字母区分开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什么呢？这里边我们写个 FF0000， 这什么颜色啊？这是一个刷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红色。请看，把 FF 放在中间来，这什么颜色？这是一个刷，这是绿色。再把它放在最后边来，这什么颜色？这是明白了，红绿蓝三原色来组成很多的颜色。
这个方案。再往来呢，大家我们猜一个好吧？你说这里边是啥颜色呀？啥颜色这是？红绿啥颜色？啥玩意儿？学过小学水彩没记轮吧？刷新，这不是很熟悉颜色吗？这个家，这颗这什么颜色吧？有哥们很猛啊，黑啊白，嗯，刷新，这儿呢是白色的，大家好了吧？那么全零知道什么颜色了吧？好了啊，不用再废话了，大家行了，在这搞定。这是字体标签词啊，字体标签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往下看哈，用这个，我就用这个编辑给你们演示一下好了，好吧？咱们还有什么呀，老师？字体呀、啊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们还有些其他的样式演示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呢写一些什么呀，叫做这是一个标，这是一级标题好了，啊，标题。我们一刷新呢，这没啥呀，这个是吧？紧跟着大家看着啊。什么情况啊？那个大家，我要大家解释一下啊。那个有哥们说老师居中了是吧？我没干居中的事儿，行吧？啊，那是因为前面怎么样啊？对，你这大家有点崩溃是吧？我干脆还是还是改成黑色是吧？都说大家我快崩溃了啊！一刷新，是这意思吧？嗯，什么标题呢？大家我们来个 HR， 来一个换行，大家看是不是都可以帮你联想啊？对吧？非常方便的啊！刷新，哎，这个标题要想变成一级标题的话，得加标签，这个 H1， 看到了吧？网页当中总是出现标题嘛，这个标题呢，我们可以用一些标签来标识。那么一共有几级标题啊？一到六都支持，听明白了？一到六都支持。OK， 这时候不用大家追问，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去往下看是吧？还有什么呢？这里边还有一个特殊的内容，这就是，注意了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很重要。这个 C 啊大于 B， 那、啊、等等等，不。C 小于 D，OK，、okay? 然后呢，这些写谁呢 ？C 就大于 A， 行吧？写一个，写干嘛呀？这个三就小于五啊，七就大于二。说老师，你没事吗？弄一弄吧，就刷新一下吧。有区别吗？哎 ，DC 呢？大家这里边解释一下啊，注意听。大家都知道 HTML 是由标签组成的吧？而标签是由尖括号来表现的。你这么一写的话，大家 HTML 解析器认为这是啥？对，这是个标签。懂了吧？这哥们儿吧就给解析了，只不过呢这标签呀 ，HTML 不知道啥含义，知道吧？但是解析解析不知道什么含义，就这意思。但是呢，它显示出来不？它就不显示，听明白了？它就不显示。而大家老师的这个没事呢，标签是不能用数字表示的，听懂了吧？所以。结果你看的是这哥们丢了，说老师我想表出来页面，我想告诉大家说 C 是小于 D 的， C 是大于 A 的，那怎么办呀？这个尖括号啊，我跟你讲，或者大于号小于号啊，这个特殊字符必须要拿转义，咋转义呢？那得用转义字符来完成了，老师反应线呀，这是 Java 的 HTML 转义是这样的，知道句符号开头分号结束，看来了，这个是转义字符的开始和结束，中间呢要写上代表该转义字符的一些文字，比如说大于号或者小于号都有这文表示，小于是 LT 叫做 Lost than， 当当 Greater than 大于，真假的呀，必须的，欧了欧了，特殊符号的表示，老师我也记不住啊，这个我跟你讲吧，好吧，
当的有没有？自己找去呗，这不全在这待着吗？多方便这个啊，是吧？各种字母不都有吗？看看，你说都不认识这个，对吧？我也不认识，我就认识泰姆斯，这没算啥呀？一个叉，对吧？哎，特殊符号嘛，是吧？自己找去呗，大家。好了，这个我们也不再多说了啊，特殊符号很多啊。其中有一个比较有趣，就是什么呀？这是演示的文字，看着啊，我就当当当当当当，我这种空格，大家敲这么多遍是吧？然后我这一个保存，你就发生啥事了吗？就一个空格，对吧？那键盘敲碎了，就敲了一个空格，是不是气死啊？怎么办？空格也是特殊字符，当当谁 ？NBSD 复合制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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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有吧？有了，一刷新，欧了吗？大家？明白了，特殊字符演示 ，OK。追微我其实一般不在这写，这个工具啊，一般不是大家用，因为你们做后台比较多一些，这个一般都是前台工程师们在用，在做网页布局，这里边用到了它的设计视图比较多一些。那设计图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往这看啊，这老猛的这个是吧？我不想往里边添加文字是吧？说。这是什么样啊？直接写就完事儿。那这是什么样啊？这个设计视图的这个文字啊，贺老师，我要把文字啊，这个搞一搞，行不行？没问题啊。这里边呢，你可以对它的字体啊进行一些什么样这个改变，看到吧？这样式吧，这个改变，或者说什么样啊？或者说你这里边呢，也可以去给它加载一些什么，加载一些它的样式。这里边我们虽然没有学到 CSS 是吧，但是可以用啊，比如说文字颜色呀，来个红的呀是吧，然后在这里边呢，它需要你去定义什么样啊，定义一些什么类似于选择器的名称啊，看遍了吗？啊，相当方便，干嘛写什么放的标签乱七八糟，多麻烦呀，对吧？直接在里边弄嘛，对吧？写什么东西直接操作就可以了，特简单点事儿。OK， 什么绿的呀，是吧？这个 QQ 啊，注意早期不这样，后期呢都把这个样式包装 CSS 选择器了，这个后边讲这东西，那大家回来接再看下代码，一切回来，发现什么？是不是帮你封装完了呀？多给力呀！我说啊，代码都生成了嘛。听明白了，这个才能真正提高开发效率呢啊！这是设计视图，但是呢，咱们不一般不搞这个是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做的后台开发比较多，但是基本标签得会。玩 Web 你不懂 HTML， 我跟你讲，对方直接笑死。听明白了吧？你要把对方杀了，你们说我搞 Web 十年，我从来没学过 HTML， 对方干嘛就死了。好了，大家，那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啊。你现在都说什么呀？我现在都说，对方一听笑掉大牙，行不行？啊，现在不是笑掉，知道吧？笑掉算什么本事啊？啊，你说你没不懂 AT 买到对方怎么样？对方叫做笑断大牙，知识喷掉，牙中间嘎巴断了，对吧？哎呀，那太猛了啊！给大家简单演示了一下这个字体，同时也是这个 Dreamweaver 的工具啊。那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用不用 Dreamweaver 呢？就是这里边呢，建议大家呢就不要使用 Dreamweaver 了啊，咱们使用谁啊？日后呢，我们的 BAT 是不是都是 Eclipse 呀、啊，对吧？那么你要做个网页，我还得去切到 Dreamweaver 做，还得拿回来，是好麻烦呀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呢就这么做啊，直接在这干嘛呢？叫做我们可以去打开我们的 Java E 视图啊，比如说这里边选谁啊 ？Java E 视图啊，选择一下。选择完以后呢，这里边打开了我们所谓的 Java E 的这个视图窗口，打开了它里边所关联的一些内容。那、啊、我们右键的时候呢，新建谁呢？你也可以去新建一个叫做 Java E 的项目，比如说叫做动态的 Web 项目。那、啊、那么创建完以后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们一点击，这里边会挂很多有关于 Java E 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叫做这个 EE Demo、啊。那简单给大家演示一遍，下一步啊，完成啊，是吧？完成完以后，来打开看一下啊。Java 的项目当中呢，有特点是这个项目目录前面是那个勾啊，是的。而 Java 的项目呢，除了勾以外那啥，对，什么圈儿，这是地球好不好啊？
然后呢，大家这里边有好多目录啊，是的，有放什么这个文件和这个文件是吧？就 Web 什么 Web 内容的目录，里边也可以放我们很多一些第三方架包啊一些内容的。我们在这儿呢就可以写我们 Java 项目的，比如说右键呢，对吧？新建一个什么样啊？叫做 HTML 文件，看到家，哎 ，OK 了，是这么做的。但是呢，咱们学习的时候呢，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了哈。你们真正开发 Java E 的时候用的是这个没有错，但是为什么咱现在不用呢？咱现在用了这么多目录了吗？用不上了吗？明白了吧？特别多，而且再用不上就多余了嘛。那咱也不做 Java 的项目，对吧？咱就做一些基本的页面展示就行了。所以大家我这么学啊，咱就不用这个了，好吧？把它删掉了啊。我这里边呢装个插件，为了去学习 HTML 呢，或者学习这个 CSS 以及 JavaScript 方便，我就装了一个插件。这个插件其实更多是为加速的使用的哈。这插件叫什么呢？这插件叫做 Aptana 啊。这 Aptana 呢，对于做这个 JavaScript 的部分呢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那么之前对于 HTML 来讲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是最基础的语言，各种网页层数据都要往里面添加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新建是什么样啊？我们这里边新建一个 other， 那找到谁呢？这里边有一个叫做 Aptana project， 然后这里边有什么缺省的项目？我们下一步是吧？说你的项目名称叫什么样啊？我们的项目名称呢就叫做day26，对吧？然后呢就叫做这个下杠 HTML， 大家这能看懂吗？我在 HTML 项目就代表着我们已经进入下一部分了，那那么我们来一个什么样啊？这个下一步。那他问的是你需要加入这些 JavaScript 的类库吗？这里边有些东西你们以后要学到，比如说像 jQuery， 看到吧 ？jQuery 现在 ENT 的比较火一些。那然后呢，那个还有后面这个东西，这个插件你们到后面的用都会有接触到的企业里面去。那那么这个还有什么样呢？在下一步，我们不需要任何类库嘛，是吧？那么你需要说选择你的位置吗？不需要，就是主机位不需要，完成，那唰就搞定了。然后说，那你是不是要准备打开这个他的视图啊 ？Yes sir， 是这样吗？大家看到了吧？他的视图结构是这样的，是吧？烦就烦在这儿了，是吧？哥每次去怎么样，都得打开一下 Aptana 的网站，所以呢，怎么样啊？老是一个冲动，要不然打开速度特别慢啊！老是一个冲动，就把这网址配到了我的 House 文件当中。那么接下来大家我们就准备用这个呢来演示我们的 HTML 了。那 HTML 是这样的，这个工具呢是我们一会儿呢比较常用的工具之一了。那而且插件到时候给大家发下去呢，记得去玩一玩，好吧？